体坛风云人物的这个最佳组合奖，他们今年呢是拿到了里约奥运会的男。接力的冠军，因为他的爸爸是这个羽毛球。现在基本上在国家队是和李俊慧来固定的搭档，就属于这个双塔组合。他们两个的身高都超过了1米9，是拉快了这个得分的节奏啊，来到了19-16，领先了3分了。青岛人州队的，他们今天是不是还能够把他带走，就看这场比赛的结果。感觉像是来看呢，其实在他们内部之间呢，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像人们想象那样，他肯定会推荐自己首选的搭档。张楠和高承铉真是体现出他们经验丰富的一面哈，就是在摆脱不是非常容易的情况下，在他更多是顶，可是直线球还是过多。对，但他们今天顶的还不错，尤其是刚才那个第一局那长多拍，最后他们反击得分了，那是真是了不起。可能是回球直线比较多，所以他们还是能打出这种连续的进攻。头顶位置的滑板对角线，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的慢动作的重放。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围，然后等到了对手的一个机会。高承铉最后的这个滑板的杀球，先没打准，对，被动的起一个高远球，顶得不错，再来。他们的是防守，这个球你看分得多好啊，就是因为他们比较个大，就是两个还没有站稳呢，马上就去到了一个没有人接的地方。跟张楠的摆脱非常的好哈，但是还是感觉他跟这个高承铉的连贯还是有点乱，有点乱。对，他们真的是凭借一种经验和本能在打球，所以有的时候看到场上的这些漏洞，还是说比赛经验。张楠这个变化在前场的放网的变化，就是起到了变速的作用。守得不错，再来。好累呀、啊，哇！轮番轰炸呀，还在防守，也反击了。在这个轮转当中也是浪费了一点时间啊。这是观众肯定更会大呼过瘾。前面的那种连续的进攻啊，已经是形成了一种轰炸的那种效果，都没有打死。那这名两接发球接得非常好。这个连贯出了点问题。哎呦，又是逾越，哎呀，还能防守，真不容易。先我们看两次这高承铉的这种逾越的救球了，对，真卖力，不辱使命啊！昨天也是他们啊，就是在最后一场比赛里面为青岛队锁定了进决赛的门票。哎呀，真漂亮这个多！
你看呢，这是刚才那个愉悦的慢动作的重放，居然起了球俱乐部。广东世纪城在14-15赛季是第三名，那么去年呢，他们实际上呢是第七名，联赛的第七名，去年的成绩不太理想，今年等于是重新杀回来。小将的防守还不错，还是有点不默契啊，对，还是有点乱。张楠和高承炫的配合还是有点乱，平行的站位，两边都是压上。王一力和这个刘雨辰他们两个人还是轮转比较积极啊，而且他们打的还是挺顺的，就他们俩以前是配很小的时候就配合过的国家队，其实这个肯定是在这种比较要紧的比赛里面会加分的。哇，回合这一分打得太好看了，那佳能的假动作，哇，关键是几乎就